好人白雪和我一起变成天使吧。不行，白雪要和我一样变成恶魔，我才不要当恶魔，我要当天使。耶，大家果然喜欢我的天使队。好人卤蛋，你也来和我们一起变成天使吧。我不当天使，我是怪兽家族的，我要当恶魔，我选凯莉。那我选择天使美人鱼，我来当天使。哼，安娜，我不要选你，你去恶魔凯莉那里。啊，我这边不收坏人，你是恶魔，坏人都是你的。我才不是恶魔，你看看你的翅膀和牛角，你就是恶魔。我反正我不是。你们吵够了没有？吵够了我就要选人了，天使美人鱼，我就要选你。好人小野，你要选我天使美人鱼还是选恶魔凯莉？我选凯莉，我喜欢凯莉的恶魔装扮，我要当一个善良的恶魔。什么？可恶，没想到我和凯莉的星星一样多，这样我就不能去天上了。美人鱼，我们一起留在地上不好吗？谁要留在地上？我可是天使，天使大军，出来吧。去，把所有的人都变成天使。是。不好了，恶魔大军，快出来。凯莉，有什么吩咐？你们快去阻止白雪和安娜，不然就糟了。好的。天使魔法啊，哈哈，这下所有人都是天使了。美人鱼，你不能这样，恶魔魔法。凯莉，你居然把我妈妈变成了恶魔。凯莉，你太过分了，我要当天使，不要当恶魔。不是这样的，其实我才是天使。为什么我一生下来就是恶魔？大家都讨厌我，没有一个人喜欢我。美人鱼，大家都很喜欢你，因为你是善良的恶魔。才不是呢，哪怕我是一个善良乐于助人的恶魔，大家也讨厌我。如果我和凯莉一样生下来就是天使，那该多好呀。那我们就交换一天身份吧，我当恶魔，你当天使，我会向你证明善良的恶魔大家会喜欢的。什么？原来是这样，那我岂不是把所有人都变成恶魔了？真的对不起凯莉，现在怎么办呀？没事的美人鱼，在你意识到自己做错的时候，魔法就已经失效了。美人鱼，你看，就算我是恶魔身份，还是有人喜欢我，所以只要做好事，不管你是什么身份，大家都会喜欢你的。凯莉说的是真的吗？小朋友们，你们会喜欢善良但是是恶魔的我吗？喜欢的话就在评论区发送000告诉我吧。